你好，下午的3:48啊。那么社长一年没有看到这个唱英文歌的街头艺人，昨天一来每天在谈分手的事情，本来他是快快乐的人，大概被人家抛弃了，现在唱这个Melody啊。音乐人就是这样子，他做的这首华尔兹非常好听，非常好听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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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4岁女生啊，你要出来啊，天天出来运动啊，没事来听我唱歌啊。另外一位你喜欢的93岁咋不会，那疯狂了啊。Gentlemen, he called 93岁 Andy Williams。